位观众朋友，你敢知影今晚咧进行什么款的活动？什么款刺激活动？就是宝宝爬行比赛。好位图书馆巴拉有举办一场宝宝爬行比赛，有小朋友一听到比赛声，就开始向前爬，也有小朋友连刷位都无刷位，小朋友无确定性，就是宝宝爬行比赛好看所在。妈妈刚刚爬了第几名？他是第二名。第二名啊，你用什么来吸引他？用我自己，我来假日宣布。平常只有六日照顾他，所以他六日就会黏我。十二号，然后还有平板，他很喜欢玩平板。有小朋友烦恼一边，有小朋友是哪边哪口，让人看了好笑也唔甘。这场宝宝爬行比赛是由立委张家军以及后备代表会主席丁学忠，要向民众提早过中秋所下班的。尤其一名宝宝来参加比赛，一旦讲是全家总出动，为着要吸引这小小朋友的注意，家长也用尽了各项物品来吸引宝宝。但对这款的比赛，家长也希望和亲子之间有一个美好共同回忆。他本来就很会跑了，然后你用他吸引他的大目标来吸引他，对，不一定，他只要在气球他都 OK， 对。你有没有在家里做特训？有，我平常都铺地板给他爬，所以他五个半月就开始爬，爬到现在，他现在稍微会站了，对。今天拿到第一名有没有信心？有，加油！活动会正式开始进行，已经有真侪家长或是阿公阿妈抱着新冠宝贝来实赛场地。一旦感受大家为着囡仔是如此用心，等待比赛开始，输赢不是你的目的，是希望囡仔在成长过程，一旦加留下一份记录，留下一份亲子欢乐时间。记者林美玲、李明安采访报道。